14:45在六块厝站所拍摄，是裁员之前要通过。应该是31/34计划发动，计划南线和台东的第二层进行。好，谢刚31/34计划南线和台东的第二层进行，将第二零九百型，第二九零一二九一零加第二二九零九。九辆红边边组裁员之前啊，跟322次机场平常间隔加一的也是为下圈了。啊，这个322次机场平常间隔加一的为下号圈了。交会3134机场南回线靠台东的 DR3000型加上 DR2900型 DR9010加 DR909 九辆红边边组裁员之前实力对通过，然后322次驶进停靠。860加859为下圈了。谢谢各位观看，就这样，拜拜。324机场平常间隔加一等于860加859为下圈了。然后就是死掉。谢谢各位观看，324机场平常间隔加一等于860加859为下圈了，准备死掉。六块出站。然后大家拍136的普悠玛。来，感谢各位看324机场平常线卡加一等于860加859微笑吹雨点头一定是又快出站。好，谢谢各位看，今天拜拜。